殿下这几日清减了不少，这衣带足足长了一寸。殿下是不是昨日没有睡好？没有，睡得很好。就算殿下不心疼自己的身体，瑟瑟可是要心疼的。瑟瑟体贴入微，我会牢记于心。这些事让宫女做就好了，何必辛苦自己？殿下每次来不都是瑟瑟帮忙更衣的吗？再说今日是上元佳节，晚上戌时殿下要与皇上皇后一同登城楼，所以瑟瑟一定要亲自为殿下穿戴好。有劳了。殿下现在对瑟瑟真是越来越客气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不熟悉呢。今日是上元佳节，宫内宫外皆是一派喜气，只有太子妃还下落不明，真是让人担心。本来今天应该由她来陪殿下登城楼的。太子妃不在，是她没福分领受百姓的爱戴。